嗨，我是 Oprah， 今天呢就是要带你们跟我一起出门，因为我今天刚好要出门，所以就想说拍个 vlog 好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床都还没有那个弄好的程度，然后我现在床边也都还是一些阿进的产品。好了，我今天就会带大家一整天。我今天会跟朋友出去，你就跟我过一整天吧。如果还没看阿进的，现在先去看，因为我现在要整理床一下，你可以先看一下 ，That's OK。我现在一大早起来，或者是睡前，一定还会用这个 Kiehl's 的 Butter Stick Lip Treatment， 或者是专科的这个保湿精华液。我那天不是有跟你们说我嘴巴肿起来张不开吗？后来发现这边好像长了疱疹。然后就是反正有去擦一些药了，然后现在比较好了，就是已经结痂了，这样所以是可以擦这种无香料的护唇膏。我现在还是会习惯一大早起来啊，先就是洗完脸之后呢，我就会用这个 Samborino 的面膜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面膜就是有一种让你整个人醒过来的感觉，你知道早上起来，尤其是我这种失眠鬼啊，我早上起来真的都会有一种很想死的感觉。就是很痛苦，就是你非常非常累，可是你真的睡不着。如果你们有对失眠有任何一个就是好的东西，拜托推荐给我。我有白噪机，其实有时候是有用的。然后我还有在吃芝麻明益，真的超贵，一天要吃三颗，然后一个月份的要1200-1300。然后瑜伽，我运动，我每天都有在做。我现在虽然手不能做运动，但是我每天都还是有在做有氧运动。但是有时候就是睡不着，就真的是睡不着。所以其实睡觉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。好啦，然后现在就让它敷着，基本上它就大概敷个一分钟啊，也不用敷太久。然后我昨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17直播，有一个叫做《流行零距离》的节目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看，因为就是本身制作人是我朋友，我就是有点私心，但我真的觉得还蛮好看。昨天那个老师介绍他是怎么用这个 PW40。它是先大量的上腮红，然后那个腮红可能看起来会比较重，对不对？它再上这个 PW40针，看起来就会比较软。我等一下就来试试看有没有效。化妆的时候其实就像是我的休息时间，所以我就会去看像 Alice 啊，半生不熟的 Alice。其实我最认真看的是吃饭影片，就是关于就是什么很安，就是 ASMR 或者是 mukbang 啊，就是什么你知道 mukbang 的影片，或者是其实我最近很迷的一个女生，我看一下她跑去哪里，她是一个大陆人，然后她住在加拿大，我超喜欢她的。然后就是我男友传讯息给我，可，然后还有汤啊，我也非常喜欢汤，因为我觉得汤化妆真的太美了。然后 OM 啊，我超喜欢。准备好了要出门了，今天穿了一个新衣服，吊牌没拆。然后我今天嘴巴上的用的是 Tom Ford 这一系列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，可是真的太贵，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只买了一个，它是四号色，其实柜上也只剩一个。然后它是就是一边是海绵头，一边是刷棒，所以你可以先用海绵头把整个嘴巴弄了这个裸色之后呢，再用红色在中间点缀，超级好看，我好喜欢哦。气真的太好了，所以先带我们家宝弟下来散个步，不然他好可怜哦。我来钱柜的重点都是排骨饭，好好吃哦。Thank you.
现在就要去就是中原的路上，就是小路吧，然后带了钱柜的排骨饭跟牛肉面来探班。如果就是你们想要买正韩服饰，绝对是要 follow 他们现在的连线，太美了。小路吧，在中立的中原夜市。噔噔噔噔噔，他们现在正在做连线的更衣间，可以来试穿哦。我跟你们说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因为一过了这个时辰，这个价格就是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这双鞋，超可爱的这双鞋，刚好镇店之宝咪咪就穿这一双。那你转一下，好可爱哦！还有什么颜色？咪咪咪咪。Only 白色，非常的可爱，好不好走？好走，好走，超美的新衣服，大家都可以来这边试穿呢、啊。哎，试穿到几号啊？试穿到礼拜天，这礼拜天而已哦。哎，刚好镇店之宝换好衣服，镇店之宝，我看一下。我是贝莎。哇，哎，这件超美的，另外镇店之宝的妹妹，好可爱。哎，你近拍我看一下，那个眼镜有两个颜色。它是渐层黑跟白，这个也太可爱了吧，非常的细致。我跟你说，韩国的发箍呢，就是这个戴了耳朵不会痛，因为它就是有包起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镇店之宝的妹妹。来哦，你看这个就很会戴，因为它把它往后戴，这样头发掉下来一点点，就是现在很潮流的一个戴法。哎，这件真的推到一个不行，它是一个怎么样？是一个前面是裙子，后面是什么？后面是什么？翻过来，裤子 ！Oh my god， 腿好长啊，好瘦哦。好，单身哦，单身。我是一个脚板很宽的人，所以我都要拿大半号，但这双穿起来超舒服。还有这个颜色，好美哦。好，我到家了，刚刚去楼下领了包裹，有1028的东西耶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卖个关子，明天再拍影片给你们看，里面有蛮多东西的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一大箱，这一大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有买那个彩妆的收纳柜，想说我的彩妆就是有一点爆棚，所以我想说就是我就因为很多淘宝啊或者是什么 YouTube， 就是很多 YouTuber 会说他们在淘宝上面买，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虾皮上面的很多卖家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代购淘宝吗？因为他们的价格跟淘宝其实没有差多少、欸、而且就是我今天汇款他明天就送来了，就是我昨天汇款他今天就送到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给你们看看我买了什么，首先是一个这个是放口红跟一些什么香水的啊拉里拉扎的东西，然后再来是这一个，它是有组合，然后我是买了一个 A 组合跟 B 组合，还有一个单买的，它是长这样，然后也是上面有一模一样的这个架子，它是分开的，然后下面是抽屉式的，然后另外一个组合在下面，所以我就是到时候我再把彩妆品放进去以后再跟你们分享。我会再把我买的虾皮卖家的资讯放在下面，然后我买的是 K1 跟 K2 组合，再加购一个这个口红架，然后加起来好像也才800-900，我觉得很便宜耶。然后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懒得在淘宝上买，然后觉得买这个就 OK 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 OK， 现在时间是7:10，我要去剪影片了。你们觉得我今天会几点剪完？反正我觉得9点以前你们一定看得到 vlog 了。那就下次见咯，拜。